民众党大查账，柯文哲身影多时，总算在驻扎现身。小草说都挺阿北，要什么钱跟他们说一声，他们会支持你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下午2点就有记者会，你们要听再听。主席相信自己是没有清白的吧？哎呦，你这样会发脾气哦，我跟你讲。面对不断追问，柯文哲疑似有了情绪，爆出假账争议，太太陈佩琪提油救火，十号在脸书发文自曝开人头公司之后，连两天消失身影。我希望你会当做一个无声。我个人觉得很多余啊，你用马戏好啊。风波越演越烈，爱将蔡碧如跳出来帮忙缓颊，喊话相信柯文哲清白。我是绝对相信柯文哲的清白，而且他本身当总统候选人，我想他也相对非常非常的忙，不可能每一个细项或是每一笔钱的来源他都记得。从政以来不断强调清廉两个字，面对质疑更多是小草们心中的人设崩坏，崩溃不知道如何帮柯文哲辩护。小草们也辛苦了，那小草可以来当回头草了。柯文哲参选总统落败时，喊话要编写总统大选 SOP 作为武功秘籍，而这所谓的武功秘籍还未出版，显然经不起考验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